老外，为何四大古国只有中国延续至今？原因有三点，值得我们骄傲。众所周知，这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除了咱们中国之外，还有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但是咱们中国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也没有出现过文化断层的，甚至你可以理解为四大古国其实也就剩我们一家存于世上了，像古埃及和现在的埃及，还有古印度和现在的印度基本都是两码事了，古巴比伦就更不用提了，几乎已经无迹可寻，这是固然让咱们中国人感到自豪，但是对于老外来说就有点儿百思不得其解了。他们在国外论坛提问，为何四大古国只有中国延续至今？底下的评论中大致提到了三点，说出来却更让咱们中国人感到骄傲。用《三国演义》开篇的一句话来说，这世界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也就是说存在的时间越长，经历的考验也就越多，可别觉得所谓的文明古国不过也就是时间长而已，咱们可是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考验的，我们中国保有着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的称号，这牛皮还真是值得吹的。和其他的几个文明古国一样，我们中国也面临住内外战争和文化冲突等方面的影响，可为什么他们都逐渐走向衰亡，只有咱们还如此兴盛呢？咱们还是看看老外都是怎么说的吧。一，据我所知，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是由于语言的问题，他们被使用阿拉伯系语言的人种所代替，种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今你要去埃及找到一个懂古埃及语的人恐怕并不容易，文化若是没有很好的被继承，或者说是被认可，那他们的消亡并不意外。二，对，如今的埃及人主要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而并不是古埃及人的后裔，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只是住在这里，沿用古埃及人留下的文明，而并不是古埃及人本身，等于就是换了一批人，而中国的文化融合太强大，虽然说并非全部都是汉人，但是他们能够同化其他的少数民族，这是其他三个古国没做到的一件事。三，中国内忧外患都是有的，但是如果你研究过中国的历史就知道，他们很少主动侵扰外敌，或者说是远方的敌人，尽管与周边的势力冲突时有发生，但是很招惹西方，这让他们没有过多的树敌，于是他们能够在熟悉的东方掌控住一切，绵延至今。举个例子，明朝的海军是非常强大的，然而他们却只是派郑和去宣扬国威，而并非征服，并非他们不敢，而是没必要。四，有人提到了文化融合这一点，这很重要，甚至在我看来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只有认可一种文化才能够延续它。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这一种崇拜与敬畏，这样中国文明有了一种厚重感和仪式感。其实你了解中国历史的话，就会知道元朝和清朝实际上是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然而他们最终都成了中国人，正是因为那份强大的文化力量和中国的民族包容性极强，这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可不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就能够相比的。五，也许是因为地域比较好吧，中国东边到太平洋，北方又是极地，南方也绵延至大海，西方有住崇山峻岭，这让他们很难遭到西方人的侵扰。即便有战争，大部分也都是自己人在内斗，不至于让文化灭绝的程度，个人认为有一定影响。其实小编是比较认同网友们提到的其中三个点的，那就是文化自尊、民族包容和不招惹外敌。只有自我认可的文化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更容易让别人接受，而民族包容则让我们中国只会越来越强，而非走向衰落。至于不招惹外敌就很好理解了，无论在哪个年代，只有和平才能更好的发展，不是吗？毫无疑问，每一个理由都值得咱们中国人骄傲。当然，小编和网友的观点也许并不全面，我们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至今，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道理，欢迎各位补充。